Hello， 你们老板来啦！这是一箱干冰，上盘，给这干冰搞里头。你们吹口仙气，你们就变成仙女了。先打点淡奶油，先打一个粉色的。有没有发现这个奶油颜色和这个打蛋器的颜色特别像？打成这种样子就可以啦。奶油已经调好了，我做了三种颜色的奶油挤上去，有一点像那个，像我的花的星星。做一个外圈。花很像，最后一个外圈，这样就做好了。动手能力真强，接下来等个五分钟让它变硬。做这个我手都废了，我染色了。Later， 感谢干冰，让我在南方这种天气能感受到这种寒冷。下面的基本都冻住了，上面的还有些没太好。吃出表情包，哈哈，这都还没冻好，你就吃？太冷了，瑟瑟发抖。赶紧叫你的老姐妹坐起来，双目双击，双目双击。